我的天，那恶心太多了吧！谁够包了，包够吗？地够。但我看到垃圾小法师，什么垃圾小法师？放尊重一点啊、左脚，！Hello。走开，不要靠近我。哇，只有踢到一下，去了，我刚刚你说 K 掉一下，我一瞬间想到雨欣，是谁杀的雨欣？是谁？蜜蜂六级啦，六级啦。是我不知道要丢啥。蜜蜂要做坏坏的事情。录音的回灯。是谁？繁星。嗨。哎，我五级了。想不到吧？想到吧？惊呆我了，好痛啊！小法师活下来了，小法师，坚强的小法师。哎、欸，这是小雨。对呀、啊，是我，坚强的小法师。揍他！揍他！不要揍他了！冲他就打，揍小法师。没事，小雨，揍他。不要啦！不要揍我啦！杰克想偷吹人呐、啊！那把是刚好。石像掉的，石像直接掉哦，啊、有机会，有机会掉。掉什么？掉一整个装备。哦，是哦。嗯。啊，后果我带不走。再见喽。这只猫是酱油吗？是。嗨！你骂他，你叫他名字啊！夸小，夸小。我还想讲，夸小谁啊？这样子有没有？我在想要抢哪一只啊？可以给我夜曲吗？拜托。可是我这场就真的要夜曲了。你也是哦。我要夜曲。你要夜曲干嘛？钢铁啊！我差一只呢。去，你连一只都没有哎、欸，是不是去海底捞？你要请我？好啊，为了海底捞，夜曲就给你了吧。划算的交易，学爆喽！恨死你！哎，你要哪里？这里。嗯，好了，我的叉叉阵型又回来了。一个弹簧刀。我爷爷痛，杰瑞，嗨，这就是抢我夜曲的下场。在抢我夜曲啊！不仅仅打爆，我爷爷痛，我要把你打下去，抢回我的夜曲。来，我叫其他人把你打下去。你和寒冰了、哦？什么？你呀、啊？
我寒冰啊，只是很低啊。哦、你知道寒冰是谁吗？谁？好，晚点告诉你。哦哦。我只是尼可帮了吗？哦、白痴，我根本就没夜曲啊。就你哦、喔！我刚就是个夜曲加尼可帮哦。你怎么这么残忍呐、啊？残忍的人，残忍。啊，波波是故意不开麦还是真的？他是不是忘记了、啊？不知道、啊。他好像很常做这种事。哎、欸，我没开麦哦，这样。嗯嗯。嗯，我手机要按放。啊，又死了！杰瑞达死了！哇，你死哦！杰瑞怎么这么快啊？我的小精灵消下来了。抱歉，为了钱是啊，出外打拼不就是为了一差一点输给杰克？打狼喽！炉灯吗？还是给拥抱？散场的拥抱，拥抱的心跳。水滴可以和冰心视为法师。叫什么给我？哇哇，锅铲！有啥有啥？哇哇哇，好多水滴哦！刷新！哦，四维圣光，四维法师，四维龙渣啊！蜜蜂，你怎么那么坏啊？啊？什么那么坏？你让我螳螂飞起来。等一下，大天使，我的螳螂飞起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哪有啊？飞天螳螂？没有、哦。听起来合理吧？啊、你怎么把我打下去了啦？排泄。你这只大阵风。大阵风来了。风女王。打打打！欸、我超多召唤兽。超多小朋友。四维刺客要大剑。谁敢跟我抢大剑，我就拿夜曲敲爆他！嗯。I cannot turn back. 哦，我好痛苦卡子。那我是不是该跟你抢马尔扎跟有的没的？买啦！买啦！买啦！你看我的小安妮站在那边一直上不了场吗？嗯，人家还小啊。的，他该出门见见世面了。不对啊，菠萝，你的组合也好像有点恐怖哎、欸。狂战士。哎呦喂、哎！我差点被石头撞死。四空战，好听未过来。空啊！我现在看到那酱油的那只猫好嫩 Q 哦、喔。干毛头听未过来？这个字耶，是啊，够吹。是啊，我的长腿叔叔一直还在一星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杰克，长腿叔叔还我啊！你没有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拿那个吧，那个啦，晶晶啊，晶晶他那个是吗？嗯，我刚刚跟他打一轮，好像哦，我遇到他了。
啊，爷爷痛。那你是叫谁呀？哦，好痛。酱油好痛。没有，我超很小力。超很小力。没大劲。没有东西了。那就只好了。你这次好像麻吉啊，麻吉，麻吉弟弟，看，肚子饿了，太快了，哈麻吉弟弟，告诉大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算了，先晒上来。寒冰霸血是给坦克用的吗？还是就是给承受攻击的人用的？因为他是受到暴击伤害的时候会缓速。哎、欸，北七哦，我的命令怎么突然少一只啊？我的尼克怎么下场啦？北七下场是不是？是，因为你刚刚拿到一只，是不是场上多一只这样子的关系？啊，怎么？金金好恶心哦！走就走。金金好恶心。波波到底去哪了、啊？失踪的波波。香。波波在玩呢、欸。手抖了，点了两下。翻新干嘛啦？每次都说打不赢，我就把我打死了。我这次什么都没讲，你还把我的角色秒了。我在闪英雄啊，没空看啊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可以看一下了。哇！我觉得你会赢啊。不会。哎、欸，我赢了哎、欸。对啊，差一点啊，险胜呢、欸。我要把安妮抓下来。不要抓你啦！你刚刚一直抓。我把安妮到现在也只有两汤匙，汤匙，汤匙。好吧，这是我的错。很热，很热。好吧，汤匙是我。汤匙就没办法咯。好啦，我没有抓啦。就啊，你带走啦，一直来。啊，怎么又？啊，我他就不来我家咩。我是打死哦，这是小怪。我想说对面怎么没人？我这喷太多东西了吧？有大剑呢、欸！什么东西？What the fuck？ 七。啊，火人呢？火人呢？四维刺客还有谁？四维刺客？杰克，抽不到火人，我就要下去。
哦，救他啦！哦，这个壮有水准。